不然他感觉他直接推线。嗯，应该没有进蓝区的。没有进蓝区，那我就暂偏移啊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好，我不影响他。没事没事，他打三狼的，他打了个三狼。他可能想抢一下。没事，我惩戒掉，我直接回了。好的好的好的。下路能推线吗？能推线的话，我能守自家那个自家男、正在推。OK OK。影子无所谓。哎，这波补刀炸裂。下路不控。嗯哼。我吃三狼吃蛤蟆，来慢点再吃。上半区我留了眼子。这就是你的死地。他们没扫描的下路，嗯，哎，都在都在都在，没事没事，我这把转眼去，我这把转眼去，很赚。有想法吗？我在后面偷偷摸摸的摸。有机会，他没学艺的，学的 W。好顶牛头。男生在上半之后上波，小心。男生在围场，在中路。你啥吗？你啥？我在靠，拉扯一下。徐晨也在。我要闪，这边有人，但是对面下路要大了，我应该死了。这波感觉是，他们家里有点急，他这波升三了，被左翼拉扯了，刚好升三有点可惜了。不行，枪没闪，然后那个内部，他打断了，他应该控下半局可惜。他们来的好快啊！我们第一时间确实没弄死他，他们下路就来了。不知道蓝枪位置，不知道蓝枪位置。应该是 low 了。他们刚刚这蓝枪他不吃野子，二级就在中路反蹲。就是两组野，等着。先给他蹲到了，有点没想到。我这波能来一下。蓝枪位置一点都不知道的，明白明白，我小心，我应该是死不掉的，就算他抓我。强者不伤。对的。受伤了，讲道理他是不敢吃我这个男的，他这样吃也只能给，那边吃也太差了，那个牛头小心，那边吃也不用看的，我都已经默认放弃了，我先吃谁不？等级还是比他高，他是不是先过去？这人还是没落头，会不会要想越中啊？这波他们中了这波，轮动，他们要上线的，他们应该接下来应该不会去中，他是一个补了个八七五。可以。哎，不差。两个枪，好聪明。没事。被救了这波。哎，还行，凯凯加了个闪。OK。小兵，早点上。上当了呀，就等着我们呢。嗯，主要是没视野。主要这样吧。我能过来。哦，这时候也没想到，机器人去了，机器人。左翼去了，左翼去了。OK， 线太多了，我还刚好。好操作啊，这波。一头狼能闻出恐惧的味道，皇室的人就躲在里面。哇，这刘毅啊，难怪。哎，这个蓝不会反的话，我再吃一组也知道了。下吧，没事，发一下嘛，打团还是优势的我们。卡莎没闪。有。我两组也到六，左翼也靠过去了，应该死，这位置不好走。这样。他不出 Q 就很难受。大
待会去把这个眼给他们。他们在打小龙。是啊。可以进他上一去。打一回，等大团就好了。阿姆兰我可以进啊，可以进的，可以进。战争要来了，绝美的不休的战争。蓝枪应该是要控下红 buff 加辅助。你锁 AD 了。我吃完蓝道流，我吃完蓝道流。嗯，机器人有秒表的。嗯。哎，怪招了，我操！我可以靠他没双招。打下没漏的，我继续翻，我们中了补线的。嗯，我能来。他又过去了，他要想杀你。有这么闲啊？嗯，反完吗？我这后。得了，好。多个打，多个打。蓝刀上去了。对，蓝刀。啊，我技能 Q 三秒，三秒。我能直接补啊！我能直接补啊！好嘞，没想到是我能直架的。然后一个兵六级，看你能跑多远。蓝枪的位置在哪里？蓝枪刚刚在上半区漏的。哦，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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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级。他们好像想直接动峡谷啊，这样子的话。他们下路也没来。嗯。我看能不能在下路找点事情做。呼唤患者的战争，可能已经动了这个蓝枪。对，已经在动了。主要我们这波中路被压线的，可能得给，嗯，能得给。好，我再往中靠。应该在打，他没残，看一下。战争，我死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打不过他。我中路补先吧。没残，没残。挂了，他要还秒秒，他伤够了，杀了。你杀吧，你杀吧。来杀！好倒钩啊，好像还能杀，帅！爱杀！很赚很赚。我们家可能在我们家拿红 buff 啊，就是嗯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给他就行。好好好好。好像吃的还是差一波线的钱，然后还要卖个药水，我能把这把做。我还要也可以，两分钟大招，你看还是不够。阿凡在我们十二人啊，他们能看一下吗？我可以看。他十二人的话，我们能杀的。对。这。啊，可惜。交闪了，交闪了。能包吗？能包不了，不能包，不能包，不能。打了个闪。十四二零。我许你自由。大波早就抓不左一吧，他没闪。OK， 再中。六百块。往上走了他，蓝枪往上走了，成功。好。啊，他能补二的，蓝枪能补二的。我以为他在这边。嗯、我又往上跑了。这个我上跑去。有点毒啊。刚才应该掉了。这样就掉了呀。卡莎应该也在他后面，是的，卡莎不知道位置，可能回的可能在那边。柳真影，我反完这个走。那这个小龙炼金可能会去哦。可以给，可以给，我们等后两条龙再打一个兄弟。你这边下路能越一波吗？他们左翼要回家的。他们卡莎还是有闪的，卡莎。嗯，给点压力吧。不好意思。炼金可能会去的，下路打架炼金可能会直接去哦。我们不用着急啊，不用着急，打的还是赢的，不用着急。这可能我现在得发育了。对。现在已经有冲线的，我们五个五个五个，小龙直接给，小龙直接给，直接给吧。播吧，上路推线，上路推线。炼金现在给上路推吧。好好好。他也有可能打到一半他就回了，可能就稍微露个头。你控也行。下去了。
这草有眼吗？他应该会回来，这波兵线已经回了，那可以接吗？这小龙可以接。哎，这边我加了个闪，他还没走啊，链接还没走，他要走了，他上路线很多。我有啊，感觉是可以接的。要接要接。他回来了吗？啊，他应该会走。不确定，不确定，不确定。我先去看路吧。老星机器人没了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他们傻人小龙。最早就先弄左一啊。我可以先 r 掉先。那边别打线，那边可能会打起来。都挺肉的，都不挺肉的。好，大龙吗？好，连好。挂掉了，挂掉。能走吗？可以走，可以走。那算了，那算了，那我回上路。哎，够了。我又扫回走。炼金呢？炼金呢？炼金在上路，不会去下路。我小心。这波卡是看这波，在我这不错，我可能会。他们下塔没？他没技能，对不起。我操！他吃这杜腾，他们就下塔了，不好。有杜腾吗？你要补伤害，你要补伤害。我是先拉，咱先能补吗？好，也不上了他。有点快，推塔，推塔，推塔吧。哦，这都挂。啊，我该带虚弱的这局，那个啥没什么用。你可以试。走吧，他有点弱，还行，我们这局能拖下来了。算了，有龙，我交闪 ，nice 啊，好走。我一是没闪，我一没闪。要不超梦来找个机会杀左一波吧，他没闪现是吗？那先锋打了。对。但是我们都没十一级。可以硬杀，可以把赏金拿了。我第一波。可以，我可以。我也可以小心点，小心眼。可以靠过这个链，这个红 AD 吃吧。不用管链金，不用管。他推线了。哎，这躲有点暴徒，交闪，交了个简单闪。没事，我们牛头很顶，不炸死他。大招60秒。那先锋好像不好打，先锋好像打不了了。等下个小龙打，我得去下了，这先锋过不去了。找机会换他们左翼人头吧。嗯。没闪，这件事情一定要针对的。下路视野。啊，闪现好像是。他们打这先锋，把他们眼盘一下，我可能会死。但我不是很怕的。17分钟，那他小龙闪现好不了，好像。对。生来就为终结暴君，这是几分钟？确定几分钟？我们打团不能推上去打十二，可能掉的。我们先把左一欧印掉，然后撤回来。我只能打前排，而且我的手有点短。要么我就出火炮，那我可以出火炮。这炼金不肉的，没用吧？不肉的，你还是要打。你就做打前排，你就做打前排。主要是现在要拿这个赏金。他们要推中了，我可以绕后。我也可以来，主播。左一在下。他们好像没放了。我再推波上路线吧。炼金回家了。这里有针眼，拍了。现在两边有点危险，两边。还行，这波还好。这波线推了以后可以去野区，他们下半局没视野了，刚才完。野区阴一下吗？那我等小龙快刷了再下来。我炼金已经过来了，我可以直接来打。怎么说？17分钟闪现，他们闪现还没好。闪现可能点 CD 了。左一闪现跟我一样的，他没好的，跟我一样。放先锋了，中路，走，给的。等降头来吧，一撞就没了。
要给要给，这塔要给。你们是看二塔能守吗？你们二塔能守，我在看，在看。他们天线是个二塔，说实话可能都有危险。掉不了，不会不会掉不了的，我有大的。你们带吧，下路。那我先吃蓝了，我进去了。那我进去带了。能守能守，能三十秒，三十秒。这小龙要不给的吧？拆上一塔吧。给吗？不不不，他们左翼没闪，早就杀一波，真得拆一波。但是我们被抓了，人倒了。好像没死，但是被打了个大。好像不行了，这样少，这样少一个人，没血了。我变得他能跳过来，跳过来就打过来。但是没大招了，中路现在没听了。抓一下，抓一下，抓一下，抓一下。这边抓，左翼有闪了，左翼有闪了，左翼有闪了。我可以靠，留得住吗？能赶到，感觉。算了，但不行了，那位置得绕过来了，根本。那你大招能好吗？能挺回来吗？他直接，他直接，他直接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行。我不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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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挂。看一下吗？这不能赢，这不能，这不能赢。能到多少人不到？你们打有个男枪，这边有个男枪，交闪了，交闪了。那个你们跟不上的两个闪现，我操！你去跟人家去打枪吧。我把他们两个闪现吓出来了，兄弟们。OK OK， 看到了。OK OK OK。他俩好像回。没完全毁，没闪，他们红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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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北风来靠一下不？我可以靠的。他怎么没闪吧？蠢了，蠢了就算了，好像不算。他应该没。他装逼，他装逼。没意思。给你来，给你来，给你来，帮我挡一下技能。左翼没闪的。OK OK， 左翼没闪，左翼没闪，左翼没闪。能退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溜了，溜了，溜了，撤退。我跑得好慢呀，兄弟们！左翼没闪吗？他俩都没闪，左翼卡莎都没闪，我可以肯定他没闪。炼金没闪，炼金我也看到炼金。对对，炼金掉了，炼金掉了。他不会前场杀我吧？这个敌人，算了，我走了，我直接走，不太可惜，不太可惜。捡了我闪，捡了我闪，左翼捡了我闪，小心。我得回一波，钱有点多。嗯哼。那我们还两分，是吧？完全没有发现，我们打反攻打不了。我来做重伤吧，志军，我来做重伤。他们好像也没什么回血。这个炼金，你能处理，能处理，你可以也可以不处理，说实话。要注意这个炼金，这炼金伤害可以。能出，那我就直接奔法船走了呀。没问题啊，他们这个炼金吸不了两滴血的。OK OK OK， 那就行。35秒小龙啊，大龙，他们可以 run 的，要注意这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打他脸，打他脸，我回家杀的话还挺快的。我有 R 了。那我们好像推进有点不好，推进手比对面短。我们就等资源，我们打这种资源才厉害。明白，推进的话容易被对面找机会。我再往下靠，我能直接补啊。感觉如果要去下，我好顶，我们说话能跟上吗？按爪子就跟上，杀了应该。OK good， 我主要是蓝枪，那 OK。没事，赚人头也是赚的。他们侠，他们卡拉是半血，卡拉是半血。他们再带一下吧。那么中一塔可以给压力吗？哦，那左一没漏啊？左一在中吗？左一在中，看到了。炼金可能过去了，但是应该会。那小心侧翼可能会有个炼金。还在中。小心炼金啊！炼金，下没什么炼金在下。这个真眼能拍吗？感觉有危险，算了算了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你没闪会被找机会吧？我可以穿上塔，他们上路没人呢。小心左一，他们上路一个人都没有。他有闪了吗？左一没闪，没闪，左一捡了个闪，左一捡了个闪。小龙差不多，我这波可以来上了，左一要来上了，我们俩可以杀他一波的。给我个大招。哎，被勾过去了。对面看一下。好像我能靠，我能靠。我们守大龙，这边要守大龙，这边有守大龙，他们要开大龙。他们打大龙速度挺快的，男枪可以无伤。好像我们得直接上了，怎么办？打得太快了。我绕一下，我绕一下，我绕一下。我可以先上了，我直接去卖，没事，我可以直接去卖。要不我去卖，让我去卖。上吧上吧，我来卖，我来卖。
们操作一下吧。拿枪了。nice 啊！还有人吗？哎，我们打龙吧，我们打龙，我们打龙，我们打龙。啊，我们先打完的话，对吧？一丝血，一丝血，打龙，打龙。算了吧。nice 啊！我操！操，单杀我是吧？啊，操！嗯，可以推两座塔啊，推一座，推一座。那显然是不能放过他。啊，点了，是他们是一打团就碎啊，这么快吗？这怎么就点了？这就点了啊，他们打团就碎，不会吧？没韧性他们。